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给你们拍晒八片呢。相信内行人看后面这一台这个车头跟这个眼灯就知道，白同学今天要来拍一台经典车。没错，就是那个《古惑仔》里面那个陈浩南开的那个上面车的共了喂。二麻铺，会记得不？之前同学再来点菜之后，我们这个阿兄就出现来这个白同学的节目了、啊。来，阿兄怎么称呼？大概讲一下。我叫做宝哥。宝哥哦，来，我们来看宝哥这一台 MR2 里面改了什么招。废话不多说，一起上过去喽，耶、yeah! ！来，一样，白同学先从这一台帅哥，我们先把它逛一圈。哦，这款车我已经差不多较近看，差不多有要十年啊。我十年前捌看过这种的实车啊，捌坐过啊。我主要就是先翕迄个啥车迄个轮廓，咱先大概看一下。啊，无伊当中我来采访了哦，有些东西都会忘记拍。哦，非常的经典。阿兄，你配合这台白有适合无？嗯，赞哦。比我好。袂歹袂歹。哦，翕了的时阳光佫刚好露脸，这样算非常的好。哦，我看这种车的曲线是讲出现一些。一个港剧来的吼，看到那个现车啦，开始，来，我们一样，先从卡钳开始，来，兄你鼓来，鼓一边，你这敢种车原底卡钳敢那不是吼？是这种加大啊。加大的嘛，这大四哦，大四活塞哦。大四活塞。大四活塞嘛，啊你这底盘来讲，这是这种车原底寸长是够加大。加大300公里的。加大嘛，你我看你这胎块才大，这是热熔胎呢。这是半热熔的，半热熔的嘛，因为它是后轮传动的，所以头前用较袂遐好。哦，哼，真热血嘞！你这迄、那个啥，人讲劈得动，你这是高甲做刀兵，你知道？嘿，你知道？你刚刚讲你开较水就对啊。你这卡年轻，这卡来讲有什么较特殊的所在哦？这卡哦，它是较单，但是足耐用。嘿，伊较粗用。对，因为我就刚刚讲这个品牌看了，好像还。蛮面熟的，然后它旁边的话，你这头前的大包是有另外盖，是原底有先做安尼。大包搁另外盖。嘿。伊的下压力较好。下压力较好嘛。啊，边啊侧裙嘛是嘛。嘿，应该是对。嘿嘿。这牌子有像沃克的哦，敢是啊？沃克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惊念了唔对啦，讲白老师不懂，我就是不懂啊。啊，这迄个啥，耳仔嘛是另外盖的。嗯，这另外盖的。嘿。因为今天的阳光在拍这个车是。非常难控制，白龙雪尽量把它运镜好一点。哦，哎，进气孔在遮呢。哎，伊后壁散迄个进气孔。哎，伊这是后置引擎，但是咱依标准的讲，叫做中置引擎。中置的，伊眼镜伊后壁。对啊，来先看一下小雪，真水呢。然后伊这边啊，沙卡汤会开着无？边啊，未使。未使啦吼。好，啊，伊玻璃器嘛是像两门安尼插的哦，伊会插起哩嘛。伊要散先。嘿。哦，这个这是日东的呢，敢是？嘿，这是日东的。日东的，这热熔胎嘛。嘿，这全热熔的。我头先动作机啊，你的脸皮完全抹了，惊到嘞，水嘞。啊，这么这台来讲，等一下大概我们会试车。按以白龙雪第一改，看到这种车改装的，以前有做过，但是对它的型号不太说很了解啦。之前我们朋友台，伊天窗是用手来夹的，用一个物件来夹嘞。好，安尼放在遮，哦，这坐着包足爽的哦。那后面的大包嘛是原厂的吗？还是搁另外加的？后边嘛加，剩一套。一套嘛，都煎熬嘛。煎熬。吼，感谢阮家门啊送我这台第一炮，这个人粉丝做啊，第一炮都用到你的车。哦，你后边这两包是原底较大包。这嘛是改装的。拢改装，啊，这车到底咧烧几万尔？烧几万？干改装有破百哦。可能超过吧。吼，惊到呢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哎，这石蜡是原厂的安尼啊？这原厂石蜡。原厂石蜡嘛。这就不同了。所以原厂的扫来到这嘛。哎，一边是进气，是两边拢进气的。两边拢是因为伊阿边眼镜阿边伊伤过热，所以两边拢爱入空。哦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寸长偌济，五孔偌济啊？五孔耶稣的。五孔耶稣嘛。哎呀，你后边卡钳是原厂的呢？卡钳完整的，但是皮较加大。哦嘿，哦，着钱也要包，这十八嘛。这十七个。迄十七个看哪样大？哦，伊算大路的前后背看起来，迄视觉较无同啊。伊前后背。对啊，嘿啊，我当作后壁十八寸的咧。十七个尔。哦，实在真水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
我们从那个后方的引擎先看，好不好？哦 ，OK。哎呀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内底内底内装，咱那个迄落卖弄一下，你过一边，你过一边开。我们一开始就开后面这样，那个让同学们看太爽，不行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上礼拜也驾驶座舱嘞。哎、欸，你这椅啊，安尼会当调后边哦，我刚刚变遮嘛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内装规全部拢顶变过啊嘛。嘿，变啊，顶变啊，无这车身久啊。嘿嘿，啊，所以原底嘛是像安尼嘛。嘿，现在拢同款。啊，去用搭原底搭这卡布嘛。哎，水转印。哦，地府的迄种标三粒，嘛是油温、油压、水温嘛。这种这是三粒，啊，遐两粒。哦，两粒，啊，这哦，这个也不用呢。遐一个油温，一个水温。嘿。哎、欸，你这是原底有插雷啊？原厂落雷啊嘛？原厂是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搁落去喷的嘛？嘿，我搁换一件都一样。真赞哦！然后这个水转印嘛是去用做的呢。嘿。好，来我搁来看一下，因为我第一届坐到这种车，我原底是坐这边啦。哎、欸，我当作啊对啦，阮朋友迄只咧看，伊就看这所在伫遐咧教咧教有无？无，啊，伊这是用的。这天窗是安尼开？哦，你这是上新的嘛？安尼尔。哦，安尼尔嘛。嘿嘿。哦。所以无大。啊！这是到底咧创啊？伊这铺区这当钉落呢？伊个是利用这遮阳板。哦，这个可以打开。会下诶，我不见你咧无卖开好啊啦。足久无开啊。足久无开啊吼！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般的室内灯，然后阅读灯安尼嘛。我、哦、另外整个战斗型的咧吼。诶、欸，视野啊，兄弟，啊，比较好视野。我知。啊，你主向个当方便开来看者。还是主向看杂物。不要紧啊，因为我咧主要种车经典车，真正台湾种车都少，这只是九一的呢。这只九孔。九孔哦，九孔，佫比我台三六佫较老呢，真好穿。三六。真的啊，我台九五的啊，棚车啊，然后这是五速的，原厂这个人改六速的。这无。无嘛，上五速足强，啊，这只是咧创啥？这条啊，因原厂的冷气的 AC 派。嘿，哦，你改来遮嘛。伊个材料歹吹。哦。因车伤少啊。真穿呢。哎、欸、呀，伊、啊、来看伊离合器。哎、欸，所以你嘛无改金属踏板，我来打看嘛，应该有加强吧？哦，这是几公斤的啊？应该是九百。哦，你安尼使安尼倒脚还挡会掉啦？对。啊，所以那要听恁车顶就拍空速啊。哦，真抓嘞！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仪表，这个是那个油表嘛？这功率表对了吼。对对对，功率表。哎、欸，伊只有完全有电压表、啊。嗯。哎呦，安。你啊，你是电压表啊，你啊，迄个透过是迄个。电压表对啊。哦，然后水温，哎、欸，我第一下看到这种表做安尼，但这种车加十八伏都肉底里就翘起来，发电机就翘起来，嘿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车门就是这样进来嘛，所以这升降机还阁正常的嘛，还阁好嘛，我当试看卖咯，啊，怎啊变了档啊嘛？哦，啊，这还阁变了对啊？哎呦，哦，你改哪袂输咧赛飞轮机的呢吼？哎、欸，这条是到底是啥物件啊 ？EVC。你控制我落去百数，惊到你什么怪驾驶啊？你搁甲牺牲一空就对了嘛。啊，拄好。啊，算啊，牺牲起来应该好就对了吼。迄、那个 CP 值啊，这个往上 ，OK 啦，升降机啊，进步会使啦吼。哎、欸，会使。啊，所以这开门嘛是，伊这开门袂差，是啊，全抹去尔嘛。嗯。哦。啊，安洗起来流水哦，加减应该会哦。你啊，像伊条啊，搁 OK 啊，搁袂漏的。这而且车门锁哦。而且温度那颗，哎、欸，车门锁，这是迄条锁升降机啊，然后应该还阁会动嘛，我试看嘛。哎、嗯，遐一定改迄条迄条改装的。哦，所以你变手动的对啊、嗯。哦，好，无要紧，这算做装饰的嘛。而且车我讲今天换高干的话就无简单嘞，惊着。来，我看阁有倒来阁爬，因为这种车我完全已经没有印象了。哎、欸，这之前那较早迄呾路量啊，迄种迄个感觉有型哦，哎、嗯，那通用无啊？肯无错。啊，你说你甲改这一键触发电的叮当啊嘛？你来看看。哦啊，因出口顶是安尼嘛？来，迄安遐过来，咱来翕一下你后迄个后壁嘞，翕一下卡只片嘞。来，这个部分，你这椅啊是变哪用快钱啊？椅啊。嘿。来，我用。来，你来看一下，嘿，现落来看后壁一撮，因为它这个吼、哦、是那个后置中置引擎，我们引擎是躺在后面。哦，后壁这会当互你放槟榔甲粉就对啊。哎哎哦，够用着。是哦，哇，你搁出去，搁有一支物件准备要打棒球呢哦。嗯，拄有困难咧用咧。拄有困难咧用咧。哎、欸，大哥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两弯，这我也看，敢袂属于种直流，
迄啥直流电转交流电迄有无？交流直流，这两条到底是啥物件？迄个加强迄个点火的。加强点火的嘛。所以你是改独立点火的哦。嘿。应该是四卡可以拢处理吧？哎呦，都一起对应一起。嘿，对，啊，这个嘞？这是伊的电容，惊伊瞬间用电源伤过强，安尼把电力不够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这个是特别定做迄个方形电容放伫遮呢？啊，原底一空是咧底啥？嘛是置物箱。哦，置物箱哦。一个小型的置物箱。嘿，啊，这个是个电脑呀？这个是这台车的尾部咯。哦，我感觉这台车真正敢那看着敢那真正真赞呢。好来，哎、欸，恁挂咱当开，哎、欸，恁挂要哪开啊？哦，唔是伫头前咧边哦，后壁。哦，好来，所以人咧讲对种车有熟无熟，来看这边就知道。把它打开，来，打开之后，所以打开之后伊叫做勃起啊嘛。来这边咧开，甲开一下好啊。哦，我怎么看到真系惊呢？伊这是啥？阿库索吧，是原底迄个你另外改的嘛？唔，这另外改的。对，但是这角度足歹抓的呢。啊，安尼较唔平啊，维修较唔平。你。应该五号的啊嘛，敢是？七号的。七号的，惊到！因为我对雷也是无啥概念，因为我顶摆去拍到迄条四号、迄啥五号的料，甲看，这个尺寸这样看起来就是很饱满啊。你头前包括这前十种去另外定做的吼？这种拢手工定做。叫恁台湾嘛，这种人才当选择哦。你够真巧的。哦，伊算唔是咱台湾咧烧的对啊？这真许有几高诶！因为伊迄个啥，全部螺丝孔伊拢刷足好势啊。因为伊个底啊，上重要是完善啊。嘿，对。下次啊，必上次诶。伊这你北来敢有做啊？北来有。2000CC 诶哦。2000CC 啊。2000吨诶啊。啊，你是换段走活塞嘛？嗯，还搁连杆。啊，你也像安尼吨起，较真怎么安尼？伊个马力峰值怎么稍微保守估计到几倍？你也目前有降伊个增压值，降无从头三四百啊。三四百嘛，啊伊这三条钢到底是要创哎？这三条啊？迄落废气回收。我废气回收的嘛。我讲这若敢若发起，可能听声，可能较惊着哦。啊，点火的跩对啊酸过来。好来，后壁所以后壁这个掀就无路用啊。我嘛是够你用啊。你是啊，这掀起来是到底啥？咱看来看卖下无？好，我掀。好你，是真好耍嘞，好耍。安尼去骑着无？袂，安尼先好。好，来，进广告。哦，惊着！这到底是？这应该是伊的迄个啥？雷亚骨头嘛。伊的骨头厚的。啊，所以，哦，所以你怎么强制进去过啊？因为伊无度伫头前弄风有无？嗯，风落松。所以你怎么这个风坑过啊？应该是就是在这边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栓进去，伊就直接强制进去吹落。你是做两边，做一边，一边出一边入嘛？无一边落，啊，但是底有迄个风一摆抽风落。哦，下骹阁有，啊，下骹看有无？下骹可能无看到。好，我紧我运镜落看嘛，它下面有那个风扇。啊，有我看到，我有看到。所以后壁置物箱，这是你要甲盖，互伊探空落，所以原本它后面嘛是阁会当放一个简易的置物盒对啊。啊，放差不多高五小时啊。这只看是加强气泵布，啊，阁挂迄。迄个环保油箱了，敢是啊？迄个副油箱。副油箱啊，所以伊迄个啥？你像汽油泵，无你改这改啊大汽油泵，无来讲，你怎么是改对应种车，伊的公斤数怎么是偌济？这哦，因为内底有一粒才有一个这正种的汽油泵。哦，两粒做一数就对了嘛。哎，完整的还一粒，还加个一粒钢制的。啊，真嘞！保守的市区走一公升走三万。好，五六个啊。五个六个省省油呢。所以我拄仔咧讲诶，你迄独立点火有无？就是原底一只考虑分出来，你即摆分成四粒就对啊。一起一粒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敢真正有加强？安尼，伊个火花会较大。真正有差嘛？啊，这高等数。嘿，这水燃气哦。嘿，水喷射嘿。嘿，啊，你若是加。这水喷射毋是水燃气。啊，你内底毋是加酒精诶啊？即无你取消，我就无正常加，无伊会蒸发，就变得了。所以你拄仔讲，你若讲像四条安尼高速线，伊的表现是真正差足济啊。就是你火油佮保油门迄、那个，伊汽油入面，伊的迄落火柱仔，火花佮袂去汽油迄落引擎细拍。哦，瞬间对爆发力较强对啊。哎，较敏感啦。好，来个看，咱来开头前的置物箱看卖。所以头前的置物箱对嘛？哎，头前置物箱。头前要怎开？嘛是在边仔遮嘛。哦，也是这样，打开好。到有影会当啊行李箱大卡，毋知放会落无？
这款手是放一下备胎啊，但是备胎不用啊。我知哦，真错嘞。欸，好算呢。啊，这但所以种车你也处理，敢若要真正讲真，敢若驶爽，你若讲真正要旅行啊啥，根本行李嘛放袂落哦。无几样。系啊。欸，这也一个啥，处理再高啊，都放遮大好。欸，你这口罩往啥物摆啊？我想迄个听咧。啊，你这是嘛是种车来，还是去买去另外去改？啊，无种车叫了听咧，怎么改装去叫我？拢爱日本进口的。嘿，啊，这发起来时目睭会开开嘛？啊，嘿，看会开啊。嘿，我想讲你开车开到顶个咩？你今当先开我翕者敢好？哦，会使啦吼。啊，你开敢卖发？唔免咧，咱讲这有倒甲无倒。好，你先互伊显我发现咧目睭看卖啊。哦，真水呢，来，就甲开咧，哎，好耍。水，搁砍落去，搁砍落去。哎呀，这也蛮贵，叫海绵哇。哈哈哈。好，来个砍起来。阿姨，这未歹耍，是你身边无伊，捡起来死死搁砍落来。算正礼貌对吧？哎，好，来把它盖起来。哎，我看这台车现在这真有经典呢。好，安尼砍落了，搁来这边，啊，三角窗伊未开一个嘛？你这装饰的嘛？哎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盖上，我们来试车好不好？列工好，好了，来把它盖上吧。我大个算第一届上这部也紧张啊，好来。欢迎喝茶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我们上车。哦，来大个，免啊发，搁发一下呢，要开始来正式发动啊。你伫边这徛这到底什么物件？伊个小灯。哦，安徽艺术对啊，好。哦，来，我去后面采访一下那个雷压震动的感觉。哦，足爽呢！哎，这怠速弯真顺呢，足顺的哦。这台足大。对啊。嗯，改海线啊。嘿嘿。但你若讲改海线来讲，正常技术拢会拖，听也拖的。海线怎啊改？怎样改电脑？改装电脑的好。哦，好大。阿兄，你稍微空吹一下，我来。哦，直接会当吹啊吼。好，注意吼，好来，好来，好来，过来。好 ，OK。来，我们开始出去试车吧。哦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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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战斗位置之后，来，我们这位宝哥带你们谈社群安全第一，我们来体验一下。你讲怎么目前300多匹哦？哎，三百多。伊有讲了，原底辉煌时期500多嘛。好，准备啦。准备弹射 T67 的雷亚嘛，哦，来我们来感受一下。啊，伊这引擎卡拢强化，我再换好势。底池就给他啦。哦，高手嘞！好了好了好了。哦，我讲叫我讲真惊着。哦，你，啊你啊开到500几匹是变哪赛啦？变做好酸啊！我讲真。濒临死亡边缘的吓到！我把镜头弄在前面就知道了。哦，哥，你要吹的时候要讲一下，我现在做，我感觉加速真好紧的呢。来哦，好，要吹哦，好，注意哦。哦，好烧嘞！那真有五十块崩溃，成过气球，吓到嘞！哦，我体验那一刻应该佫无够嘞，你拄仔只爽了吧？哎，爽了。我见咱石头尾也一台拍你，爽，我来啉一下。刚刚瞬间弹射出去一档刷下去，白龙血心脏就快吐出来了。宝哥的心动起来，我这届为了同学，我们把他筋到一档二档，瞬间都动一下就好啊。为了你们冒险一下，开始。宝哥安全第一，哈、哦。OK。好来。嘛，超像安尼啦，会使啦吼。哦，我只要惊到你踩啊，我来感受一下迄种迄个尴尬咧。哦，你多久啊？几顿？两顿，你有两顿数？系啊。我无咧看。我你无咧看，你这破顿数破啊几顿？8000。八千就少个啊吧？哎，8000几。哇、哦，我做恁囝安尼，我真艰苦呢哦。宝哥，咱来上咱这个节目，就有一个行规，你知道？
白龙雪要修下来的啥友善试车，我都接受哦。OK 啊，没问题啊。白龙雪大概因为这种大尾来的车，你莫大吹，我知道要感受那个柔性那种感觉，不然你有大吹落去，我十八路就开啊。所以白龙雪当然真正是大概稳定的测试一下那种感觉给同学们看，开始。哎，下来了，车门关上。哦，我感觉刚才了，不爽哦。用白龙雪的第一视角让你们来登机呀！哦，你看这个战斗的驾驶舱，哎，这里的超转灯哟。嗯。但恁个嘛，门无咧看靠感觉嘛。嗯，要到大人爱看路啊。来，我先那个啥，空档嘛是伫中嘛吼。嗯。然后你现在目前那个数据都正常嘛吼？哎，拢正常。好。啊，这到底是啥物件？伊咧控制超转灯的迄个调夜声，迄个。好。来，白龙雪的那个左脚先按一下，按好，什么打击？无按性，那是迄落洗手表。洗手表嘛。这较准，这较准吼。这是讲迄落变速箱的性能。好 ，OK， 好，开始。哦！惊到，心脏刚刚跳到这边。哦，来，找到这一条电池又没电了，没关系，好，不要两条了哦。OK， 慢慢。哦，这下安尼咧吹安尼面相，哪会冻会掉啊？没有，这无咧迄落写真机啊。哦，我大概油门维持大概四分而已，惊到。哦，真正我会惊呢。哦，这真正塞袂深，你知啊？对，塞当，你要足注意啊。哦，你大学生很多都袂当歪啊。哦，我来做个总结。同学，那白同学今天吼、哦，简单的安全测试这个宝哥这一台 MR2 它本来啊这个效果给同学看吼、哦，希望对同学有帮助，另外转折。刚在测试，尤其是备战的时候，那个心脏真是含在嘴里，差点射出去。啊，宝哥，白龙雪哥啊，刚刚这样在测试这个大马力的车子，哇，那赛应该是算合格的对哦。OK 啊。系啊。叔叔有练过。系啊。因为你来讲这种大马力，你来讲哦，很贪那个油门这样吹的话，不小心那个 spare 就这台车就开了。哦，大概白龙雪简历分享的同学来节目最后记得啦，订阅白龙雪这些教室来，感谢宝哥。提供这个我们浩南哥以前开的那个座驾 MR2， 再见。宝哥要回家呢，来，白龙雪上一讲怪驾驶，你敢知这什么？大家拢嘛知道，这就是迄个金牛王迄个水镀膜。惊到你竟然知影？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厂商赞助的，我不能自肥。你有来参观这部白龙雪赏你。哦，感谢感谢白龙雪，感谢你啊！好，再见哦。拜拜。